先给陛下请脉吧。是。陛下手怎么这么凉？
琉璃，琉璃。王内侍，王内侍，哎呀，可算是给你盼回来了。琉璃呢？她可还好？莫急莫急，琉璃暂时没事，药可采到了。哦，在这儿。好，快将草药交给老药师，一刻不准耽误。快，是。琉璃呢？快带我去见他。莫急莫急，你这是受了多少苦啊？这一身伤痕累累的。我采绝壁雷公同时，不幸坠崖，幸好被悬崖上的藤蔓挂住，才没有粉身碎骨。昏迷了两日后，被金山采药的高僧救下。先不说这个了，琉璃在哪里？快带我去见他。你先听我说，听我说。你走后，先皇驾崩，太子登基，陛下已经将琉璃转入后宫寝殿，方便照看。这后宫的规矩你是知道的。你以后可能都不方便去探望了。陛下将琉璃安置在后宫，这不合规矩吧？你也知道，在陛下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就对小豆子青睐有加，后来知道她是女儿身，不知道有多高兴。若不是琉璃现在病着，只怕陛下早已下了明旨。那琉璃此时的身份就贵不可言了。我要面见陛下。你舍命取回草药又立一功，陛下自会重重犒赏。你先回去休息，等陛下下了朝，应该会召见。老药师有没有说这副药有几成把握？哦，裴行俭特意嘱咐过老药师，说此药还在慢慢调试，不可一次性用太多，只怕琉璃的身子弱，他经不住。这副药是守约送来的。是陛下体恤裴行俭这几日没有召见，可他闲不住，自己去找老药师制药去了。裴行俭知道陛下您心急，盼着琉璃早日醒来，这解药一制成，便亲自送来了。服药后脉象平稳，气息也畅通了不少。老药师不愧是昔日药王，妙手神医呀！依微臣看，只要加以时日，痊愈有望。好，好。琉璃，听见没有？你很快便能好起来了。等你好了，我要给你阿娘翻案，还要好好的奉上你。阿生，什么事？陛下，裴大人在殿外候着，要求见陛下。夜深了，朕也乏了。你让守约先回去吧，等朕忙完了，自然会宣他觐见。是。
走位率，王内侍。琉璃可曾服药？药效如何？醒了没有？放心吧，放心吧。老药师做的解药果然灵验。琉璃如今脉象平稳，气息稳固。太医说了，只要假以时日好生调养，定能大安。那就好。陛下呢？陛下可愿见我？ 陛下说让你回去好生休养，等他忙过这几日，自会召你觐见。守约遵旨。 陛下，您慢着点儿。琉璃大病初醒，你们不在眼前小心伺候，为何都在外面？回禀陛下，有人来探望，是琉璃命奴婢们在外面候着的。 不入院，孙德成叩见陛下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琉璃叩见陛下。琉璃，你大病初愈，无需多礼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 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昏睡数月，人事不省，醒来后恍如隔世，因挂念阿翁和小顺子，才请他们来叙话，请陛下恕罪。琉璃还未恭祝陛下登基。哎，琉璃，若不是你舍身相救，朕怎么会如此顺利的登基？ 琉璃，你是真的福星，朕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，再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陛下隆恩，琉璃不敢鞠躬。当初我试着将消息送出去，用的却是险棋。
若不是裴行俭慧眼明断，识破了我在纸条里还有龙袍上留下的暗语，并说服蒲巴奴去地牢寻找药王的踪迹，琉璃非但不能立功，恐怕还会误导陛下落入曹王的陷阱，成为大唐的罪人。陛下若要论功行赏，裴行俭当居首功。你和守约都是功臣，朕都会论功行赏。你阿娘的案子，朕已命大理寺重审。等你大安了，便可亲自指证卓锦娘，给你阿娘洗刷冤屈，恢复名誉。哎，琉璃能为阿娘洗刷冤屈、报仇雪恨，全仰赖陛下恩典。琉璃叩谢皇恩，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琉璃，你为朕做了那么多的事，朕为你做了这么一点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等你养好身子后，朕准备封你为……琉璃恳请陛下，待琉璃大仇得报之后，准许琉璃去感业寺出家，陪伴武才人左右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出家？为什么？回禀陛下，吾子子对琉璃有救命之恩，更有姊妹之情。吾子子削发之时，琉璃就想过去他身边陪伴，只因阿娘的大仇未报，所以才不得不留下。如今琉璃心愿已了，再无牵挂，琉璃不要别的封赏，只求陛下能恩准琉璃去感业寺，陪伴吾子子左右。答应过武才人，待朕登基，便会想法子接他回宫。此事虽然很为难，但朕绝对不会食言。武才人迟早是要回宫的，你若真的想跟他相伴，就在这耐心等他回来吧。琉璃还想求陛下一个恩赏。你想要朕赏你什么？求陛下恩准我回上府局当差，一场大病，死后余生，让我愈发怀念过去的时光。阿娘的大仇得报，从此琉璃心无挂碍，只愿回上府局继续为陛下治愈。琉璃，你可要想清楚，朕本想给你的是更大的尊荣和恩赐，还有朕的一颗……琉璃是福薄之人，儿时便累劫了阿娘，后来险些害了阿温和小顺子。琉璃别无所求，只求今后不再连累他人，就心满意足了。陛下若是能恩准我回上府局当差，琉璃必定安分守己，专心职守，绝不敢有他想。朕明白，你不想连累的他人，就是裴行俭。琉璃，你可知道，朕想给你的，除了荣华富贵，还有朕的一颗真心。你却将一颗真心，全扑在裴行俭身上。好，朕就准你回上府去，让你安分守己，专心职守。谢陛下恩赏。陛下已给你阿爷赐了官职，与纳你入后宫之意已经非常明显。此时后宫之中，大家都已心知肚明。那裴行俭呢？
他还好吗？宫女为何不肯让我见他？哎，裴行俭才要回来，陛下推说他身上有伤，让他好好休息，避而不见。裴行俭心里着急，倒不如愿照顾我。我们猜想，必是陛下对你们的事有所猜想，所以才对他有所芥蒂。我的貂春，这可能是为了所有人最好的结局了。陛下，别再喝了，这酒虽相传，喝多了也会醉的。酒还是老的醇，人还是旧的好。哎，陛下您瞧，那不是宝儿吗？陛下，宝儿，你不是在陪着武才人吗？怎么跑到朕这儿来了？陛下，媚娘在感业寺叩首，遥祝陛下登基，大志得成，一展宏图。媚娘替陛下欢喜之余，亦为陛下担忧。媚娘深知，君王独坐权力之巅，需要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与寂寞。媚娘远离红尘，不能再为陛下做什么。陛下欢喜时，可以忘了媚娘。陛下若有烦恼，可以让宝儿传说。媚娘愿做陛下知己，倾听陛下心声。这世上对朕最好的永远是媚娘，可朕的心里全都是琉璃。媚娘，你教教朕，朕该如何对待守约和琉璃啊？
给我也买一个。你又不曾做什么好事，凭什么给你买？前上福局大家安氏逾矩制作皇后婚衣案，经大理寺调查重审，人证物证确凿，实属卓锦娘林上福栽赃陷害的冤假错案。杨妃为摆脱干系，为查证事实，偏听偏信，亦有不查之责。卓锦娘林上福逾矩制衣，欺君罔上，还栽赃忠良，毁尸灭迹，十恶不赦，天理难容。陛下命大理寺将尔等罪行昭告天下，张榜示众，以慰安大家在天之灵。林上福、卓锦娘罪无可恕，判斩刑。咎由自取，好好的回想一下你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吧。
赵琉璃，他听你的，只有你能救师傅了。师傅的旨意大业尚未完成，我不能死啊！师傅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你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叫我如何能帮你？殊途而无能为力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求求你了，琉璃，姬娘，你说话。顾忌大家，行刑的时辰已到。阿娘报了仇，洗刷了冤屈。阿娘，你一直希望我能够平安，能够快乐。琉璃答应你，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日子，一定会平安，一定会快乐。愿您在天之灵安息。下宣左屯卫仓曹参军左威律裴行俭觐见。陛下，左卫律到了。卑职参见吾皇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守约无需多礼，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朕初登大宝，国事繁忙，又想着让你好好养伤，所以今日才召你觐见。臣的伤无大碍，多谢陛下体恤。守约，你是朕最信赖的臣子，你不仅为朕阻止了曹王的阴谋，还为琉璃找回了救命的草药，朕要对你和琉璃论功行赏。谢陛下恩赏。守约，看你这般心急，可是已经想好要什么封赏。只要不是赐婚，朕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守约，你是忠犬裴族的宗子。关于你和朕的姑母林海长公主的恩恩怨怨，
朕也有所耳闻。坊间说你克父、克母、克兄、克妻、克子，是天煞孤星。朕知道，这些流言背后，少不了连海长公主的推波助澜。你丧妻多年，未再婚娶，只怕也与朕那霸道的姑母有关。本来呢，朕也想为你寻一位公卿之女赐婚，好让朕的姑母收敛一点。只是先皇驾崩不久，国丧期间实在不便。臣明白，谢陛下。先起来吧。琉璃已经向朕讨了封赏，他说别无所求，只想继续留在宫中，回上府局为朕治医。守约，你想朕如何赏你？臣不求别的赏赐，只求为大唐效力，为陛下尽忠，方不辜负师父的教导之恩，不辜负陛下的知遇之恩。朕初登大宝，根基未稳，有心将你调入吏部，为朕招揽人才，挑选官吏，布局朝野。只可惜你资历太浅，入吏部还欠些火候。可是如果我把你继续留在宫中，又太过大材小用。朕思前想后，想让你当几年长安令，等你攒够了资历，朕便把你调入吏部。守约，你以为如何？臣领旨，谢陛下。恭喜裴明府，贺喜裴明府。裴明府，按照宫中规矩，您出宫外当差，这出入宫门的腰牌要交回内侍院。裴明府，如今陛下日日朝会，您若有事参奏，朝堂上便能见到，不必来后宫这么麻烦呢。朕累了，阿生，替朕送送守约。是。微臣告退。陛下，臣愚有余，心不动。
人不妄动，不动则不伤，如心动则人妄动，伤其身，痛其骨。媚娘深知陛下心中有诸多不舍，亦有诸多不安与自责，然而这并非陛下之错，亦非守约与琉璃之错，何不暂且将心放下，静待时日化解。正如媚娘这些年对陛下的心情，虽不为陛下所知，不为世人所容，虽刻骨锥心，媚娘却甘之如饴。你对朕的用心，朕又怎能不知？最懂朕的人也只有你了。你放心，朕绝对不会食言。裴冥府，我就送您到这里了。裴冥府，一路走好啊。守约有句话，烦请王内侍转告琉璃。裴冥府，就莫要为难我了。琉璃，我知道。你请旨回上府局，是为了保护自己，更是为了在陛下面前保全我。琉璃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再见。见花开花又落，多少